激情。放一个可拉，然后放一门刀下去，放啊，马上用嘴巴让挡住。今晚要是吗？老二变强。游戏单位叫来，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啦，是什么 ？OK， 我懂，我们今天玩嘛，我们今天玩的游戏啊是速度与激情。什么东西？速度与激情？没有，我们要讲够力一点，我们要速度与激情。对，这样有比较够力吗？他问的问题，我们要快点回答。他指谁就要回答。回答。我们现在就要邀请我嘉宾，跟我这样子结合，结印。结印。一二三。我们要选 team 先，然后有一点尴尬的嘛，因为我五个人，阿错切一半哦。等下阿错单身。对，阿错是一。你可以带个印尼妹来吗？是，走。这是我的游戏场。OK， 我们现在要分为两 team， 所以我刚刚是队长，我们吃了就不选了。OK， 来。2000年后，其实我心里要有两个惩罚，因为我现在好像是三个人 team 嘛，我不要有毛影，所以我就决定啊，惩罚比较严重了。放那个可拉，然后放一门刀下去，放啊，马上用嘴巴让挡住，给它冲进来。什么事？撞死！不一定要死挡住 get 住了，如果他冲到你不可以啊，你可以放掉了。然后可以让他射噻。啊，是可以啦，看你要讲完啦。Okay. 我们的游戏举办商有做错啊，要快点来。那你是举办还是游戏举办还是制作单位？大家都是 OK。我们前面的四千个人都看着我们很做错啊。哎，那大家来做一个人浪。OK， 游戏正式开始。来。我们一定要画一个家。什么？我们一定要有定名的吗？老二。啊！你来月经！来月经算什么日子吗？你来月经啊！怎么样？今晚要是吗？今晚要是吗？哇！五四三二一啊！好的，各位，输一题，输一题，我们先输一题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如果给你一个超能力，你想要什么样的超能力？哦，太容易了，这个。哦，太容易哦。三二一，隐形，瞬间移动。哎，张淼，想象就是成真，会飞，老二变强，老二变强。复制人，影分身之术，变智慧哦。啊 ，OK 了，变智慧了。OK 我想要海贼王的那个冰冰果实的能力，大象，我可以直接放手进去海啊，整片海结冰。啊，他最大的愿望是哦，每次让梅洛来烧烧烧，就嘘梅洛冰。召唤所有世界上的生物。OK，
可以啊，是男顺风耳，啊，顺风耳哦，那么直播，一秒直接戴隐形眼镜，超能力的，一秒就戴隐形眼镜，还有超能力，超，你给我一个，快想，千里眼，OK，看懂了心，哇。可以不？哦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耶！裁判怪懒的，他看了吗？看了阿忠，已经不知道他讲什么，他在选，他刚才在想，他就选了。你们三个人呢 ？OK， 三个给我三个人的吃亏耶，因为我现在好像是三个人听嘛，我不要有报应。三个人的吃亏耶。如果给你选任何一个人跟你在一起，你会选谁？哇！这么多戏啊！你没去指我1800次，我接。三二一 ，Hyuna， 那韩国的明星。名字。啊，名字啊！为什么？感觉成熟稳重，那个年龄又是我喜欢的，然后又多才多艺。哇！可以。刘明真。啊！迪丽热巴。哎，看一下嘞！哦，是，杰尼，不是啦，不是杰尼，我们的外甥也是叫杰尼，不要听啊，杰尼。孔刘，耶！四月打吗？哇！杰尼。啊 ，Blackpink 的 Rosé。哇，刘备也是我的吗？我喜欢 Blackpink 不可以了吗？你们其实要坏吗？是。狗妹。因为我关注很多那种越南人啦，越南，听我讲，泰国吗？然后他们的名字都那种泰国字看不懂，全嘛跑完你啊，很多人懂啊啊，一 ，Blackpink 啊，不，没有，记住，很漂亮。OK， 我们的那个举办商就讲，放回泰国啊，所以说百年不一晚。他要速成哦，马来西亚 YouTuber 或红人，不用做 YouTuber 也可以，他够红的。本人所说的话不代表本人立场，都是纯粹娱乐。因为大家脑海中应该都只有一个名字先。三二一，喊我啊！哦，Steffi。哇！最把内心的，这个很多要讲的，不是一个，就漂亮有气质。哦，哎呀，是。哎呀，我到了吗？怎么到了？哦，行，真完，真完了，有老公了。哦，三 ，Clarence， 喂，丑艺啊，丑艺，他真的丑艺啊，不可以的呗，他不会喜欢我的呗，丑艺，OK， 丑艺啊，丑艺，不错，丢，丢了，不能，完全不能，这我听懂了，这个丑恶哦，是因为你讲的那个答案丑。OK， 你们应该问为什么我选阿错的吗？为什么？年龄刚好是我喜欢的30岁老。可以去看印尼的。五、四、Mickey， 三。Mickey 啊？为什么 ？Mickey OK 啊，又年轻又可爱又善良又有才华。是跟大神一样。老六真的好。太搞笑了。五、四、六。为什么完全不用问为什么，我姐姐吗？还是姐姐吗？要问为什么 Yumi 呀？因为 Yumi 就是没有安全感。你要不安全感？拿不安全，但是他比我有钱。有钱才有安全感。OK。五、四、三。哎，走啊！为什么？他都演。五、四。我呢？为什么？因为车钱拿掉了。哇！吉他。
手。刘毅力，刘毅力，刘毅力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我是这里没有毛，达达的手比较多毛。不是我，李元霖。哇，李元霖，我要。为什么没有想到？因为其实我，哦，三四五六七，耶！Round four。当你的另一半生气了，你会怎么做？怎么做？怎么做啊？怎么做？讲的嘛，讲话也是 OK 的嘛。对对对，可以可以。三二一。按摩按摩按摩。生气啊！按摩啦按摩啦按摩啦。OK OK。啊。五。刘志墨。刘志墨。刘志墨。这么直接。这就把他踢去墙上。OK 啊 OK。OK 吧也 OK。买甜品给他吃。啊。当你有这个脸，五、四、又上床吵一晚，饭给他吃，又上床吵一晚，饭给他吃，买饮料给他，五、四、我跟你讲，说你可以买。所以你们知道什么？我每次就生气哦。不会，我只讲坏啦，哪有讲好一面？今晚帮猪，今晚帮猪。Oh my god！ 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是啦是啦，都是我错啦。哈哈哈哈哈！垃圾，来了！啊！垃圾垃圾！我会哦，直接抛，直接抛过去，一定马上抛。五、四、三，跟他一起看电影。五、四，哭给他看，哭给他看。哈哈哈哈哈！女人，哭给他看，女人，哭啊哭啊哭宝宝，哭女人。然后他讲他只会哭吗？啊，哭啊哭啊哭宝宝，哭哭哭。回家呜，哇天啊！没有，他女朋友跟他分开住，还是说笑？OK， 我们现在就要 demo 给我们看他到底碰到几个力。哇！哇！哇！哎，你的鞋子要到哪？第一个惩罚就是我先。哎。我的。帮他们做了量身定做了，因为有第一个人帮我们实验了，然后会这样整个衣服中完，对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防备，够不出啊，一二三，哥快点放下去，哥快点放下去，放下去，你要看下去，我不能我以为这样子上次就了，可是也是 OK 啊，很久啊嘞，我也很久啊嘞。阿帅，我帮你压头颅，你不敢的话。一二三，工作工作工作我，工作工作工作我，我。我等你到这里啊。
家如果喜欢我们这样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新片的我们就可以收到通知哦。也不要忘记 subscribe 他们哦。耶，大牛、陆嘉丽、郭阿佑、黄心宇，还有我们的外国来的阿卓。非常开心，印尼的，大家好，希望你们喜欢我们这样影片哦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